各位系友大家好，那我是宋文杰。那我是系上80年毕业，那基本上毕业完我就去服务2年海军役，然后就出国到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去念硕士跟博士。那在那里念的主要是那个谷类加工那回来台湾，那基本上先到谷研所去工作4年，然后我到嘉南药理科技大学参与管理系10年，那很荣幸有机会回到系上那基本上回系上大概已经6年时间了。那目前我们实验室主要是以做这个水产加工为主啦本来因为我是做谷类的其实对水产相对的也有一段时间了那回来这里那基本上做一些相关的那个鱼明胶的加工那基本上那现在基本上我们实验室还是有一些同学对于烘焙比较喜好那所以他们会进到我们实验室不过实际上我们在烘焙的这个领域发表的 paper 现在还不多那还有需要努力那不过我们比较发表比较多的现在是就是鱼皮明胶，那最近又开始往那个食品中丙烯酰胺成分的一些分析跟相关的这个减量的方式，如何避免丙烯酰胺的产生。那我们也接了卫福部的计划那在这一块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成果，那现在一些新进的研究生我们也是往这个方向去做努力。那这一两年我们也往英法族的食品去做相关的研究，做这个鱼肉的嫩化加工的条件的探讨大概是主要的方向在这个方向那个系上已经60岁了那其实从早期看到这个系上这样子一些老师啊学长姐那在学术上还有在国内还有国外，那基本上他们的成就基本上都是非凡，那相对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讲其实是有一些压力的不过基本上本着这个方向那我们也勉励我们自己，也勉励学弟妹那未来也可以尽量往学长姐这么辉煌的成果方向去努力。